想了以后会不打吗？谁浪费时间，对不起，待会都不想。这个牌，这个牌要沉住气。没事，抓牌，三条，跟着你打，跟着走。哎呀！小亮哥上一个五万听牌多漂亮，对呀、啊，世纪要带北风啊！哦，都挂了牌哎！哎呦，都没线了、啊，你看。那北风到哪里去了？起手就要七条，他打掉两张。嗯。三饼，哎呦，三饼只出来一张啊！真的，只限一张。还有三张，连他那一张有三张。多嘞，嗯，哇，三饼有哎，三六饼都还有，四条也来了，而且四条没有人留。三六饼都连在一起，北风在这么后面，四七条北都有。北风七条四条，对啊，哎，三饼有两张，不定自摸。这牌你刚刚抓到这二饼，那个三条，你有什么好想的？你告诉我你想什么？有想家吗？对啊。传出来一下，想家吗？家，他是一个念家的人啊。对吧？想什么？听牌就打三条了，想什么？好，三百都不想。自摸独定一个底，心情好，想家。三台九天，恭喜！来，马上我们的下一场。自摸一台，中动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九台。第三场，哎呦，小翔。不错嘛，哇！你不要放枪喽，是要透视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再摸就把眼镜摘掉。小强很有喜感呢，这样不习惯，不习惯啊！把衣服脱掉啊！不是队友吗？这样收视率就没了。这样子，待会他打的时候，这一局我把眼镜拿掉。好，下一局太好了。哎，看看他怎么打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第三场，是啊。来看看四家的牌，先看许世杰的牌。队友想个家也能补，那你也有作战策略吗？疾风白皮来碰上，现赚三千在口袋，就用不着想东想西了。你和上家大字可抢的凶，要抢手脚可要快，条子若能摸得顺，来个凑凑也不赖。这么容易想家，那可不是件好事。中动三万进来做，四七饼五八万凑上，这娃可就不用担心喽。第二次上场可得认真来做牌，一四五八万摸得顺，干脆狠心来拼大，做个清一色，将他们都打挂。来，出战，等什么？想家？打起来要说想家，一万，好，来四万。一四万跟你打，我看看，好，他看得到吗？他敢打，不用，我摸得出来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真的。西风，好，啊，也好。啊，你不要叫，你打这张牌不要叫，许世杰，你这样打了不要叫，我看看看看，叫他让我摸看看吧。好，真的，他打什么？发财。啊？发财。那看得到，不要戴眼镜。是的，没有，你再打，我们再看看是不是看。不要打，我眯起来再看得到，但他看不到。南风，哎，错啊，南风，你的眼镜是幌子吧？对呀，你不要跟我说造型哦，没办法。南风，我也不能接受。他这样眼睛应该很酸吧？一千多度。对呀，东风。我觉得碰一个八百度，把眼镜拔掉都不能打麻将。好了，马上你不要讲，不要念出来。哎，这什么？这条。哎，都没出了吗？都看得到吗？来，你眼睛有我来把它砸了。很好。他现在眼睛应该很累吧？所以一千度还好哦，不是看不见。还好。反正远就没办法。敢打，九锁。叮叮哦。叮叮叮叮叮。发财，哎，小香很可爱。
他的脸这么大，他五官通长在下半部，他的额头，额头够宽啊，头顶有够满，白皮都没有你宽。红灯。棒。我跟你讲，两分了，哇，漂亮。一条，换一个好了。好。已经满。七筒。九筒。九万。砰。这个啦。那么近还帮他扶你，哦，那么近还帮他扶干嘛？拿得到？那我在那边也忙啊。这个是这个养鸡，养鸡一万。四万。可以叫出来，想叫的话，不要憋住，这样会有内伤。对啊，气死人了。吃，哎呦！没有哪个说不要怕人家吃。看你戴眼镜，还不如不戴哦。对呀。八筒。哎。哦。嗯。六万。尴尬，尴尬。五万，二百万，哇，拿到平安万，嗯，一零，南风，北，啊，可以信我。对啊，哎呦，六笔！哎呦，这个牌啊！他不要破牌了，他要。哎呦，没有！不是你是他胡的，他哪个吓唬我了？三六笔，没有他的牌碰到他的牌，你看看。这牌条子挂都没出现嘞，怪他们俩都拿到市场五万，他没有这样。对啊，八条他手上抓一对的，这牌三六饼很漂亮的啊，真的，要是自己摸就好了。没有，那我手上的哦，我摸一饼，我打有三六饼还有两张条子线，哎呦呦呦，五八条，对，这边有啊，你的九饼，我的红中，他的九万，好，屁股也有一分了哈，恭喜。他们放炮的话，他们归零了。真的，我看九千块，好，应该过水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因为他碰啊，过水我。可是对，因为他碰啊，我想那碰你摸九饼啊，对，还有机会啊。他又摸三饼，哎，他打哎，他糊不到，他糊不到。嗯，啊，好，来，马上我们的第四场，屁胡一台，总结一台。